今天是8月7日，立秋。立秋是秋天的开始，在宋代有着一个迎秋的风俗。在立秋的这一天，宫廷中会让人把盆栽的梧桐树移入大殿，等立秋的时刻一到，太史官便高声奏道：“秋来了。”奏报完毕，梧桐树便会落下一两片叶子，以寄予报秋之意，这就叫一叶知秋。